宝大金丝，我低价购入500维克托，这500维克托说少可能就陪伴我一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只要打得好，500维克托伴随今天一晚上的直播内容。开播第一局，咱们先猛攻一把。开这个红灯，咱们直接女管见啊，什么都不要管。后离线，我的发，开播第一把，免宝大金狮子，好久没见了，发现被摸了，啊，你要被摸了，去主库房走，就这个主库房啊，兄弟们，摸完大金我就跑。七，啊，你要被摸过了啊，你要香蕉大腿，对讲机，屏幕。对，找下人机的枪，拿人机的枪。旁边有一把 RPK， 各位应该都听到声了。换个瞄具，看有没有红点。我靠！我靠！我这跳起来是一个帅炮，你他喵的！江江这一波准备在下面等他们打完了，我再上去。他们把咱们刚刚待的点位台待了，现在主个房已经有两个真人玩家，鸠占巢穴。鸠占鹊穴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啊，鸠占鹊巢，你看穴和巢都是一样啊，这个字我肯定认识啊。你说这话，天下没读书，兄弟们，哎，奈何没文化，一句卧槽走天下。这波我不想冒险，他们不冲我，哎，我也不冲他，我看谁耗的久。我这把已经是无畏战士，随便你们怎么打。我要去露一下我的位置，让他知道我在这。发语音，你走错地方了。熊蛋，两个人在二楼啊。那把 RPK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哎呦，电台都有。老子今天让你狂，你狂任你狂。我操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哦呦，站在这上面都有。死了，这是一把 N94， 刚刚就他丢的一样吗？一把 RPK， 不知道他们打了没，可能是他队友。MP5 这么拉胯的枪你都拿得出来，来交了，进不过去，我们去架个常规点位，下地下了，理他，人气去找他了，这后面有个人，他已经出去了。我靠，你真牛羊羊在世啊！我操，拿把那个 G18C 就冲喽，脚步。看到了，刚在这里，他跑不过我的五指山的，兄弟们，你放心。哎，你说你来旅馆干嘛？干嘛呀？他们的装备还可以啊，咱们可以把他包套了。这是一个5级弹夹，还3支金耐久，还有人那边。来枪头。你他喵的，你加撤离点加的好好的 ，SVD 拆了，这个枪好拿着。我靠，哥哥，哎呦，还点小肥，快走快走，没时间了。就掏包这方面，我就没服过谁。走，回家。100万整，没问题。